备了这个箭，我的火箭是吧？你们的火箭，对，我舞，今天给我们舞一下。包括范范还有佳琪应该都会舞剑，因为我们在剧组里都不会。别拦我了，哪会舞剑？不会，这什么东西？这是，这干嘛用的？没有，其实在，哎，你会耍剑啊？你挺会耍剑的，你挺会耍剑的。来个整段的吧。我们的 X part 部分就是火刀嘛，其实。就是一些摆刺平砍滑然后刀花这些，胳膊肘子不太灵活了现在。哎，我的，你剑不太行啊，感觉要摔要掉了似的。不会，卡着呢，但是也得挡一下。但是很吓人，就感觉。对。要不试试？你俩可以试试玩一玩嘛。我得让一下子，我感觉他手腕不太稳。哎，去哪儿？迈，往后走就行了，不用往前走。哦，往后稍一稍，往后走，往后点，往后走，也不掉掉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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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不要过来啊！我给你们表演一个收剑。不是，插个剑插一页纸是不是？你在这玩啥呢？插个剑插一页纸是不是？不是，你这一个插剑插一页纸，插一页纸的剑，这细波波。这么好的舞剑被大家玩的这么的搞笑啊！加一个题目，每一个人模仿一个哥哥，由另外三个哥哥来猜。我觉得这个环节完全是麦克的个人秀。我会模仿两三四个人的。对，麦克坐着。嗯，我觉得能模仿谁模仿谁，我们猜好不好？这样，好。证明自己的时候到了，练一下。麦克，你的裤子，喂。裂得太大了，裂得太大了，这个有新的裤子吗？你这个热搜预定了，真的兄弟啊！咔，导演不好意思。好，刚刚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意外啊！刚才双旗组合的挑战失败，所以我们进入第三轮。If you're ready, yeah.Yeah, if you're ready. Quickly finish, okay? Okay. Yeah. Finish him. Okay. Please be fast, okay? Okay. Fine. 准备好了啊？好嘞。第三局。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扑来。他头下戳他呀，nice。 这啥意思啊？Be careful。
好，恭喜麦克获胜。这波真的全是因为你，我们终于赢了一波。好，这一局麦克和金汉获得了抽题权。麦克抽，麦克抽。双人手插兜30秒内成功套游泳圈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在30秒过程中，你只要把这个游泳圈套到自己身上，就算挑战成功。30秒倒计时，开始。这是一个足球环节吗？耶，麦克好厉害。成功。哎，不是，我肩膀太宽了。还有15秒，还有15秒，快快。挑战成功。哟，赛死了。恭喜麦克、金汉获得200分贝。啊！你不用演了，我知道是我了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等一下，我知道。等一下。你不需要演了，这个很难的。看表情啊。我是这个表情吗？太像了，高冷男神。其他哥哥也做一个模仿嘛，让别人猜嘛。我想学范范，都学完了。那你再学一遍，来，我看你咋模仿的。来。你是蒙版吗？你不要忘记这里。这样。我这样看人吗？你眼神有时候有点迷离。迷离的帅。然后胯一定是顶出来的。因为太高了，你知道吗？云龙也有这个困扰。接下来你来啥呀？来一个，你模仿一个，范范吧。你还，我只能通过语言。你模仿我呀？不是，我模仿王大陆。哎，你结婚没有？哎，好像啊！哎呀，这很，我还没有啊。球打得很好哎。我看你是好朋友啊。啊不，牙一要全露出来。麦克，上次不是说你要学我吗？啊，能学出来吗？现在？这很简单了，他的精髓特别好抓，就往这一站，然后说话的时候就，我觉得非常精彩的片段就是你唱歌的时候，我在唱什么，什么都觉得。啊，对！原来你是我的主打歌，是这样的，对。好，太好了，我们的挑战被大家玩的这么可爱啊！在我们第一轮挑战之后，我们看看各位哥哥的分贝值情况。麦克哥哥获得350分贝，朱佳琪哥哥获得350分贝。范世奇哥哥获得200分贝，金汉哥哥获得100分贝。你加油啊！你要让麦克在最后。啊，没事。好，我们稳赢的意思。名字
好啊，你要唱出他的歌。我要唱他的歌。我要唱他的歌。对，可以吗？要靠你了，要靠你了。你可以吗？应该 OK 的。好吧，可以试试。OK， 来，请听题。完了。吴克群。吴克群。吴克群。四，不知道。三，说你爱我，对不起，我有大舌头。说我。说你爱我，我说不出口，口声声的说对不起，我有。有什么声音？哎。接下来我们会公布一位哥哥的名字。是不是两次任务失败，他们俩都不用进来了，对吧？来，接着倒吧。说我说你爱我，我说不出口，为你写诗，口声声的说对不起，我有。不可能的有什么声音？有。再给哥哥们一次机会吧。你这不很难为麦克吗？真的，我。苏有朋。倒计时开始，鹏哥的《我们的初舞台》歌曲。我们都已经长大，好多梦正在飞，就像童年，看到底，红色的蜻蜓。恭喜哥哥勉强完成打卡，我们练歌房的大门将为你打开。差不多了 ，OK。嘿，哎呦，你干嘛呀？杰奇，来这里必须要转这个。唱歌还需要这么久？哎呦，我天！对呀、啊，不是，这个太没默契了吧？就很难为。嗯，哇，好久不见，你干啥、啊？来这里都要转这个。我不行，你让麦克来。啊？他可以。你不行，你摇不了啊。我这个不太协调。他比我还不协调。我转的都比你好。这玩意儿咋转？是有这个球，它就好转吗？巧劲儿。咋巧劲儿？扭起来。手势不对是吧？不是，你这，哎呀。你刚啥手势来着？第一个手势，就是这个，那劲儿，那劲儿。哎，对，哎对，哎，就是这个劲儿，那感觉转的多少有点尴尬呢。你感觉你在慢摇。哎，对，哎，对，哎。